站这么远干什么？过来。我刚才还在想，你今天怎么没有来？没有合法身份。那你告诉我的名字是真的吗？我是百元，松柏的柏，水源的源。你呢？别动，让我在这里留一段时间。是吗？我也不知道在哪里，可能是在梦里见过吧。我睡了很久，你不需要担心我。